好，那我们继续哦。这个的话不要理他，这个你看你也看得懂，这个他也看得懂吧？对，旁边好吵，等一下，可以不要在我旁边打怪吗？吵死啊！那这个击败的话就，就这样。然后咒我的话，上一集有讲过，就是他，是吗？我是讲咒文吗？游戏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不是，我上一集讲的是技能，对不起，是指这里的技能。然后咒我的话就是指这个，好不好？点下去。啊！哇，等一下，而且咒我的话，这些都可以刷啊，所以你不用怕我，他没有，因为他可以一直无限获得。对，那咒文你用上去之后，基本上就是，会变比较强，加理解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然后这句话就稍微看一下，就是胜利，你的技能。那前面稍微有讲过啊，就是你这里，就前面有讲过，就是你的半自动，你只要是打开的，基本上你就不需要做，就是很复杂的操作。然后继续。然后剑技这个属性啊，这个就先不要理他，我觉得好麻烦哦。对，有点麻烦啊。然后剑技的这个制定设置啊，这个当初我看不懂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用它。我后来去查了一下，才发现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它是在这里。然后你比下你任何一个技能，然后它底下有个。V 的智力装备，你按下去，好，然后就可以给他套用你的衣服啊这些。那你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有，像我的，为什么我这个这两个技能要发不同的地方呢？它可以发一起，原因就在于说我质地的装备不一样，像我这个话。是暴击率加25%，暴击威力加30%。然后我这个的话是吸血，吸血加100。那你给它刷上去之后，它就相当等于就是已经切换成这件衣服。所以我这里被动，我这里被动有个加100的吸血嘛。然后用这个技能之后，我又会再吸100。所以我400哈，我需要怪物。哦哟，啊，所以讲一下，如果你要打 BOSS 等级的啊，旁边有小怪啊，比较麻烦，你可以这种情况，然后你按一下 R 键按下去，就可以把怪引过来。可是一定要收刀的状态，收刀之后丢 R 才可以。然后我刚刚被动技有100%吸血了，哇，哎，对，你看我吸100滴哦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我的队伍收起来。快打我！快点！打我啊！快点！快打我！你，拜托你打到可以吗？嘿，等一下，
想要，嘿，打不到，你们在开我玩笑？求你们打扰我一下。好，打到了哈！我现在打一滴是，因为二刀流是开两刀嘛，所以是回两百。好，然后我假如说刚刚那个二刀流我开技能的话，一刀就是回两百，对吧？嗯，一刀就是回两百，现在了解了吗？好。他怎么还在锁定啊？哦，没啊。好，好，现在大致上了解了吧？好，好吵哦，人家是什么声音？完了，我是做 bug 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、哦，好，先把特效关掉，吵死了。好，那么再来就是技能地图啦，这里有讲四种，然后这四种的话我分别讲一下，就是在还有几分钟，哦，还有八分钟啊。技能地图这里，技能地图技能地图这里啊，有剑技、战斗技能、被动技能跟 EX 技能的话，就是这个比较花色比较大的。那这个作用是可以干嘛呢？你可以在这里技能配置牌这里可以选。那你选择之后呢，你的被动技你可以看到。在哪里啊？哦，你可以发现被动技能最底下是个攻击手，这里攻击就加 10%。 那假如说我切换成狂战士的话，我的这里就是有没有加 20% 攻击力，可是会扣 10% 的防御力。对，好，然后被动技能它就是红色这一种，这时候就是被动技能。对，那被动技能要在哪里用呢？这里右边这里就是被动技能，就是可以选，然后选完之后它会出现在这里，就是上面这个被动技能。然后借技就不用讲了，借技的话就是上面这些，好吧，就是上面这些。然后战斗技能就是蓝色这些。那蓝色这些有个特殊的情况，就是它可以选择，就是你点它一下，这些它可以加，例如说它可以加技能速度 5%， 你要看上面的哦，加技能速度 5%， 可是技能威力会减 5%， 然后我就给它选打开来啊，对，学完之后它是长这样，然后你按一下 Enter， 然后把它打开来，这样就是打开来了。打开来之后它就透用，你可以发现它技能速度加 5%， 然后技能威力减 5%。 可是要记得这样子的话会变成多帅一个 buff， 因为你是额外学习它，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样子开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好，不管这里，我学一下啊。
我把它打开来，然后你看一下，它现在变成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一开始只有加15%的技能速度跟加5%的移动速度，现在额外多了技能速度加5%跟技能威力减5%。好，那么你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哈，是 F4 吗？对，F4。好，打开了，看一下这一效果这里，你会发现它变成两个 buff 啊。它变，对，因为它变成两个 buff 了，所以这点是要额外注意的。如果你把它收起来的话，你在到时候你在使用电光石火这个技能的时候，你是只有上面这一个，你没有底下这个攻击速度 up 一的 buff，你就没有这个 buff 啊。所以它就这个蛮重要的啊。一开始我想说全部都开，结果发现一个技能。一个技能开下去就占了什么4、5格的 buff，然后你开其他的 buff 之后，他就把你原先开的 buff 都盖过去了。对，所以这点要注意一下，这我一开始不知道，我就给他全部都血，然后全部都开，很开心。结果想说怎么打起来都怪怪的。我刚刚忘记讲那个 ES 技能啊，就是黄色那个比较大的啊，它是要额外学习的。那学习的部分的话，你们可以去 Google 的话，基本上 YT 上面都有。对，然后这个技能点数啊，等级提升会得到，然后打死怪物也会得到，然后还有这个试炼，这个试炼的话，它上面。写说可以不停进行试炼而获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找一下这个，像这个啊，点下去之后你什么都没有写的，这个就不是。然后找的是战士这个，哎，不对，这个是迟钝，对不起。哦，像这张地图就没有，我去看一下别张地图，等会啊，等下我换个地图，哈哈。那这款游戏要就是 load 你的时候很久，所以不要想说哦，好像大姐，找一下，这我记得。这哪里呀？啊，怎么会没有？啊，怎么都没有？等一下，搞丢脸，没关系，我从这里看。遗物这里啊，有这个迟钝的战士，这个你发现右边有个追加奖励，就是技能提升点数加一，这种就是会加技能地图的这个技能点数啊。好，那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只有一开始有解，后面我就没解了啊。你可以发现后面我这个点数用不完。好，那前面这个智力技能我讲过，就是然后道具这个就不用管，地图也不用管，系统也不用管。哎呦，队伍的部分，队伍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按下 I，然后队伍一开始没有啊，这个应该是解主线之后才会获得，所以就是解了主线之后，你才可以用。那你最多可以拿4个的，比如说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你就三个 NPC 可以帮你打怪。
啊，那就接着先讲到队伍这里，然后到时候再讲其他的剩下的。